請問我們怎樣從成功人士學習到他們的投資和做生意的心態？學到你都沒用，因為你享不到啊！你學到以為學到啦，每一個成功人物咧有啲特別嘅，有啲氣量好大，有啲好勤力嘅。突然間你問到咧，我就係俾個意見你，你盡量收福氣。你一福氣好咧，自然有貴人嚟啊，有靈感俾你，呢個先叫正途，唔使諗啊！我30多年來都係坐喺度啲錢嚟揾我，佢邊度揾啫？係嘛？但你要保護你自己嗰個條件，唔好破壞一啲你誠信呢個第一樣啦。你一冇誠信咧，冇人信你啲咩都做唔到啦。你啊聰明，識計死數，唔肯吃虧，咁就冇人關照你啦。你話誒喂好撲街嘅，成日叫我做嘢都蝕底啊又成啦。咁佢有良心喎，佢知道著數咗你，佢無端端單嘢介紹翻俾你噶嘛。人係咁樣諗啊嘛，特別嗰有錢佬啊，好怪啦，係啊，所以你一定有量度咧，先會吸引到好嘢。你計啲死數咧，就係得咁多嘅，計唔到嘅厲害啊嘛，你計都係眼前數。最近我鋪咗啲資訊出嚟，就係同我好少講嘅，亦都少介紹嘅人物嘅，有一個徐立成部長，個黨中央嘅宣傳部長，常國副部長。在中國的官場呢，政部長是虛涵來的，沒有事做的，沒有正式做工作，揸實權是常務部長的。在共產黨架構呢，宣傳部的部長呢是地下總書記。這個常部長呢是管10多億人的腦，還有在幹部準想什麼不准想什麼。當年升官升到做省長咧，佢最後簽名個人係佢簽，佢好似佢唔簽名咧，你過唔到關。因為宣傳部咧有審核嘅機構，即係呢個幹部喺個政治思想上合唔合格，有啲人好差人罪喎，你思想合唔合格咪即係亂咁寫都得噶嘛，啱唔啱啊？嗰、那個最大件事嘅冇公職可從，即係估嘅。啊！即係望落去你嗰班樣衰咁嘅撲街係咪？所以嗰啲官場好難，所以我哋撲出嚟就同我合作咗20多年。點解要撲出嚟呢？因為我哋亞龍基金咧喺今年咧，我哋而家做緊嗰個結束啦，即係功成身退。最後一個工作咧就係、是、新聞出版處黨中央嘅系統咧就。俾咗第一批錢，俾咗80億人民幣，就接收咗我同阿部長做開嘅工作，就由國家去做。咁呢個係我哋嘅願望嚟嘅，即係我哋做咗幾多啫？民間嘅力量有限啊嘛，咁一變咗國家行為去做，咁啊俾咗80億投入第一批錢，而家再擺落咗唔止添啦，全國國家抗疫人去做。另外嗰個手拉手工程咧，就已經變咗又係國家行為嚟嘅，即係開發結果我哋功成身退，所以亞龍基金咧今年咧就係會結束。我睇下咩時間咧，有人我安排一個聚會咧，講一講啲工作過程。咁啊，部長今年成80多、90歲啦，咁啊一個好優秀嘅幹部黨員係。只係舉一件事啊！喺幾年前有人話俾咧，只要佢打個電話，佢個女咧由20000多元人工咧，可以變咗20多萬。即係佢一個國營公司啊！我點會打呢個電話？即係俾條路佢，即係咩？嗰個你以前啲下屬嚟喎。有做咗間個人公司 CEO 喎，你個女又啱去做，而家佢哋嗰邊嗰啲咧，佢咪特別咧，原來佢哋嗰人工好貴啊，嗰啲國家民企炒到跟外邊接軌，
年薪幾百萬，即係要佢喎。你打電話話問聲咪搞掂咯，十幾萬，我點會打呢個電話？咁我個女有二萬幾蚊，都有錢整，要搞要廿幾萬做咩？即係咁，即係好少有嘅，好幹部嚟。有個問題，大家睇下佢事蹟，佢係不得了話，28歲做田中央中央嘅候補書記，嗰時胡耀邦係做書記，係超咗格嘅。即係你個官履歷咧，係唔應該嗰個年紀咧坐呢個位，已經超過咗。30幾年前做北京市委書記管經濟，跟住上去做中央，我同佢合作咗20幾年，君子之交。我連送個瑞士空氣淨化機俾佢哋，咁我唔會淨係送俾佢啦，我送俾佢哋嘅班底啦，一人一部。我已經送咗10部8部嘅，嗰啲佢哋嗰啲文化部長啊，啲秘書啊，各一部。我哋安排，我要合法性嘅收我呢個禮物。咁啊，搞咗個幾月喎，咁啊，行政公文同黨部申請咯，即係百年基金嘅主席有啲禮物送嚟係呢種嘢嘅。咁啊，但郭先生咧要求咧，我哋要公開同埋行個程序收呢個禮物。咁咪等佢黨部批咗出嚟，咁咪自己攞。我唔同你班全部透明度高，有個問題。佢好多著作㗎，大家去睇㗎，佢寫啲著作好犀利。阿博士點解可以？阿博士去講你啦，點解可以20年都唔加人租咧？咁仲要係欠租都唔追喎？咁樣做咧，佢話喺今時今日。仲適唔適用咧？咁如果冇租約都可以維持咁耐？呢個一般人做唔到嘅。一般人做唔到嘅，亦都唔好學咁樣做。你好循規蹈矩，跟個社會做咧就 OK。你學呢個學唔嚟。你學啲唔學啲咧，夜晚瞓唔著，又俾老婆餓你，咁啊即係有嚿牆交嗌噶啦，或者你父母餓你啦，你有冇搞錯啊？又國家租你唔加，仲減租，你咪去想嗌交，你明唔明啊？冇必要。咁你今晚正式細情去著，我話收咗啲錢多啲租嘅，你咪自己拎去做好事咯。我係比較例外㗎。為什麼會例外呢？因為太多物業當年不記得。這麼重要？不記得，有間店都不記得幾年，我給你說，喂，我在那裡西南有間店，不是啊，你說押後處理，押後了幾年不記得有間店。多啊。當時匯豐樓，大班說，喂，屌啊Sir，你不是這麼巴，這麼浪費啊，10幾萬呎，鋪位擺在街上又不租又不成這樣。一間鋪位多少1000呎到嘅啫嘛，10幾萬呎真係好差多嘛。嗰陣時我唔周圍話啦，啲鋪位又冇等租冇成物啦，人批個業主租唔租咧，呢又係呢個性格嘅一個擺曬喺度。因為我哋咧就比較死板啊，一當年我學嗰套遊戲咧就話，如果你係置業嘅，你買翻嚟你就。不賣的，所以我有些物業呢30幾年都沒有賣的。他如果你是炒的呢，你就不要租出了，因為你買來用呢，你有租單呢賣不動的嘛，所以不租咯。但有時我那些店呢就會日租的，即是短期租的，租個禮拜啊10日啊，這樣很便宜的。但這樣你們普通人學不定的，因為你沒有這樣的背景啊，我浪費得起你浪費不了，我有我的數計的嘛，你沒有條件學的，那個是要有福氣要學的。因為我們那時候我打個電話外面市場，譬如現在說現在都是
澳洲只燒一個仙咧，我多千萬啦，咁要搞咩咧？屌，搞搞大樣嘥氣，不如我澳洲只升個仙好過啦，知唔知啊？而家市場啊，啲澳洲只升一個仙，我多千萬身價。博士，你賭好大喎、啊！梗係大啦，點會細啊？男人點賭兩年啊？係賭得起啊嘛！所以我哋唔會計啲細數，即係話我係睇整個森林。佢哋都好似我而家北喺西貢有幅地租俾人，萬幾尺，圍到五毫子一尺啫喎。佢做修車廠嘅，三十幾年冇加租，仲減咗，而家仲喺度，九千蚊租一個月，一萬六千幾尺，圍到六毫子一尺。因為他一日有病啊，租租客有病咧，佢係分租咗嚟賺租嘅，我知道。我賺唔知咯，但係好快喎，賺唔知之後咧，我成二萬幾尺噶嘛，無端端咧政府係收路喺亞視片場側邊收條開條路，又收我地，收我地，我又無端端又多幾百萬喎，所以請單有數嘅。呢、这個比較深奧，因為我哋睇到好多數。我而家唔喐有萬幾尺，誒嗰日同個七雷先生偈，佢唔係啊，啲丁屋咧喺西貢都賣到成二千萬一座啦，佢話西貢啊，西貢丁屋好貴啊。而家係。係啊，三層嗰丁屋成二千萬，有啲二千幾，特別貴啊！我哋。喺度向海。佢如果你呢啲地咧唔係丁屋地啊嘛，而家佢俾我起樓嘅政府又改咗。個鬆力喎，起到樓咧就係一間屋，我可以起到有幾千隻花園嗰種喎，即係一間屋有成六千隻花園喎，六七千隻花園，佢咁咧就好貴嘅，就唔係丁屋嚟啦，變咗別墅屋，咁咧就花園地都賣，花園地都值三千幾，咁啊提醒咗我，咁我遲下我叫我即使賣咗積起咗，起兩棟五萬，咁你無端端咪多咗好多錢咯。所以世間好快啊！你去到你修行去到咁上下咧，要有人教你行嘅，你唔好去學人哋，得學嘅都學唔到嘅，學唔到。話俾你聽，你都學唔到嘅。好似有啲同學咁，屌你嗰個博士哥仔見到邊鬧到撲街，我鬧你係幫你消業障啦。佢唔信嘅喎，你唔信咪你自己冇運咯。我哋好少鬧人噶，一鬧咧就啊呢條友咧一鬧咧就可以醒啦，咁就鬧啊。平時鬧極都唔醒，咁咪送你一程咯，嚇你一仔啊，鼓掌啊！覺得你好惡喎。我都覺得我個係正常啊，嗰個係俗家人嘅威嚴嚟嘅嘛。我又咪同你做朋友，你做兄弟，點解要拍住膊頭啫？係嘛？嗰、那個唔係我哋嚟嘅，嗰、那個另外一個遊戲嚟嘅。你想唔愛去教堂咯？教堂啲牧師神父好客氣，大家問就，話你記得奉獻喎嚇，唔奉獻係撲街啊！第二個問又俾人鬧奉獻。請問念祝福文呢，他又不明白正觀智慧和中觀慧力是怎解釋，上網搜尋到的，特別中觀有個中觀論的，上網按中觀論就有看的，慢慢看長篇大論，你慢慢看就中觀，但中觀多數跟迷識行的，是龍樹菩薩的出的中觀，那個不是經歷的，那個是論來的，即是說後人的看法，一種理論，屬於是印度教的學問，很多人不知道，現在在中國用的那些是其實印度教的理論，理論是那個無義論，無義論演變出來的嘛，中觀，所以他有個西方極土世界給你，代表了我死了去凡天，
代表咗耶穌教嘅去天堂啊！唔似佛教冇嘅，但係大家唔好研究呢啲，因為太混亂啦。你落咗個藤林轉嗰度咧，你抽冇時間抽身。第二個問題，如何在當下體會五雲皆空？咁你咧借去財務呢？借筆錢捐咗俾銀髮中心咧，咁你慢慢體會到噶啦。寫嗰個記得啦嚇。唉、哎，實記到啦。我唔知邊個寫。記唔記得？走去財務公司借筆錢捐咗俾銀髮中心，今月當冇借過，又當冇捐過咁。咁你睇下做唔做到，做到咪咁。第二個問題，可以試噶嘛？實踐嚟嘅，考慮下啦，大家。咁啊，有同學問就高傲就變雀仔啦，咁啊沉潛就變魚喎，咁應該唔一定係魚嘅。點樣做喎？呢個唔係你控制啦，咁你係跟個八正道，盡量都以你個動機以人為善嘅呢樣。最重要的動機最重要，以後的變化呢是另一件事。比如林鄭月娥，她不知道她成功了另外台灣立的嘛，所以她做了一件大好事的嘛，是吧？沒有她蔡小姐是選不到，沒有她蔡小姐也不會宣布中華民國台灣總統，多好。呢次又幾好啊！共產黨又冇出嚟喊打嘅喊殺，又唔敢喊打喊殺。你喊打喊殺冇用，但係都唔睬你係咪？所以睇見個畫面都幾好笑。第二個問題，點解啊？博士你捐錢去馬拉起廟啦，咁啊反而咧，咁啊自己國家啲廟咧都冇再幫手起咧？因為中國啲唔係廟嚟嘛，嗰個旅遊點嚟啊？咁你又冇一個好嘅主持人吸引到我，值得支持佢啊嘛？呢個最大嘅問題啦。即係你啲廟如果冇好主持人把關咧，就冇人氣嘅。同埋當年佢哋喺國內起廟嘅動機咧，係為咗旅遊點去。加錢嘅啫，唔係為宣傳嗰個正確嘅佛教學問俾人嘛。如果我支持佢，咁我啲錢咪擺咗落鹹水田咯，點會有果實生長咧？冇嘛。但我而家我馬拉嗰邊咧有75年嘅歷史，大家去過睇過啦，嗰、那個學院。咁係以前德馬蘭達，大家睇過嗰本。即刻決定是什麼？那個作者在那裡70多年，已經有很大規模的投入了，得到馬來西亞政府的尊敬。現在再給地方他們給一間正式蘭卡的風格的寺院嘛。因為如果在那個時空，我們作為跟佛學那麼有緣分，能夠宣傳個正確的佛法的在世界是一種福氣嚟嘅。又可以令到大家啲人結緣咧，都係福氣，所以我哋樂於支持嘅，樂於支持。同埋冇影響我哋嗰個生活嘅。標準的嘛，是用一些多元的錢去支持的嘛，你不做呢就老襯了啦，因為難得有這樣的機會，特別在正式的朋友是難得的，大家這次跟我跟我去看過。第二個問題，